Hello and welcome to our beautiful city of Salisbury. It's a privilege for me to stand here and tell you about the opportunities, what pro-business people we are, how we encourage and support people to come in and start their business up, the opportunities of jobs with our Northern Connector, with our food park. There is so much to offer anyone who wants to come live, work and play in our amazing city. Come and have a look. We welcome you.到最具革新力的萨斯伯利市，澳大利亚最多元文化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无限机遇的地方。萨斯伯利市位于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市以北25公里处，该市的158平方公里被圣文森特港湾、帕拉悬崖和通往洛弗提山脉的丘陵区环绕。这里生活着约137,000名来自各地的居民，他们在萨斯伯利说着超过40种语言。我们成功研发了的湿地能源技术已经成为了世界领先的可持续发展榜样。萨斯伯利市是一个高度宜居的地方，市里有许多绿地公园和可供孩子们游戏玩耍的开阔地带，高度发达的艺术教育中心和社区活动中心，还有每年频繁的表演展览类活动，以及一个游乐园，令萨斯伯利散发着与众不同的魅力。萨斯伯利是一个眼光长远、潜力无限的宜商城市，许多国际知名的集团、本地投资商和中小型发展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将办事处设立在了萨斯伯利，从而有效地帮助他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萨斯伯利市里分散着6350个本地商户，提供着40,200个工作岗位，同时创造了540万澳币的城镇居民生产总值。北极星中心为这些商户提供必要的专业辅导和帮助，平均一年协助了904个商户。